再来，我们心里的目标就是要被别人认可，要被大家看到。Even though you guys look all the same, like you have like your own like spotlight, so I feel that's the great. 呀，这么我都变 teamwork 最สุดเท่าที่ดูมาในวันนี้เลยค่ะ。哇！好棒！ Great job！ 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每一个人都有变化。你们刚刚不仅仅是在跳舞，你们是在表演，真的非常自信。每一个人在台上的每一秒钟都是很有状态的。像令姿就是非常的专注认真，我从她的眼睛里我都能看出来，她是非常努力的人。Are you a leader? Yes. I remember last time that you danced. We get so much better. Thank you. Like I can't tell that you got F last time. 还蛮开心的，因为老师的夸奖给了我们信心。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了，很好。Great job！ 啊，等一下，我哦哦哦哦！I love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大家练得真的太辛苦了，所以得到表扬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会觉得，这几天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。好像赢得了世界第一的感觉，耶！加油加油！努力没有白费，加油！你很棒，果然坚持比努力可怕，果然是这样的。为啥又让我看别人哭？我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